嗯，还没起床呢。不干了，我都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哦，我说我再睡十分钟，行吗？嗯，就十分钟啊。谁呀？蓉蓉，蓉蓉在不在呀？别别别，起床！ 起来，我妈来了！你妈来怎么了？我妈不知道我们结婚了，快起来！不是，把它拿下来。你妈怎么？把这个拿下来。快，把门给你打开，招呼。没有没有，床底下，床底下。行行行，坐坐坐坐坐。行行行，好好好，行。嗯。去。 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这是在干什么呢？这么长时间才来给我开门，你怎么刚突然袭击啊？来都不打声招呼的。哎，我这是临导视察，我就是看看你，在北京一天到晚都在忙什么呢？忙？我能干什么呀？就上班挣钱呗。你这儿怎么这么乱啊？这还有架子床，这都是……这租给摄影工作室了。哎呀妈，哎，你坐下说吧。哎呦，累了吧？来来来，坐下说。你俩。 适合吧，夫妻嘛，那肯定是啊。但是我们那两家房都不知道，忘记了。蓉蓉，嗯，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小舅子，我又了解了，人特别好。嗯，你住那屋是吧？啊，虽说呢，人家是个事业单位，工资不高，但是福利特别好啊。 这逢年过节大包小包的，不停的发。而且啊，他从小就是个学霸，虽说北京没房吧，但是老家有啊。那拆迁分的，你说说，这样的孩子是不是祖坟上冒青烟了？是。谁的鞋啊？房客的呀，妈，你小声点，人家睡觉呢。 人家老家拆套房就祖坟冒青烟，那我在北京买了四套房，咱家祖坟是不是得起猛火啊？你胡说什么呢？这话也能随便开玩笑说的？这孩子，这怎么这么多男人的用品啊？说了有租客的吗？不是，你要把鞋穿上吗？啊，不不，你要是冷，你还是上来盖上去啊。谢谢啊。哎呀，蓉蓉，你说你一个姑娘家的。 成天就跟你些男的住在一起，以后你咋嫁人呢？这在北京很正常，您知道的。以前你是和穆家在一起，再说那个小张医生多老实啊，我们放心啊。现在的房客就是小张医生，他在北京也买了房子，但上下班太远了，所以又租了我一个单间儿。<笑>小张医生，小张医生，我哎，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呢？ 田蓉啊，田蓉，这就是你在北京的生活，难怪总部接家里电话呢。你是要造反啊？你把房子就租给这样的两个人啊？你这是，还有你小张医生，你是个医生，你说你们男的这……不是，阿姨，您真误会我们了。您听我解释啊，此消李万兵，他不是小张医生的，他是我男朋友。哎，你男朋友？ 你谈恋爱了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啊！你是他男朋友？阿姨，那你跑小张房间干什么呀？啊！不是，阿姨，您消消气儿，您别误会，我错了，你错哪儿了？你看他干什么呀？看我！实在是对不住阿姨。 我肯定对蓉蓉负责的，我怎么负责？我把蓉蓉娶了。你凭什么娶她？我们家里答应你娶她了吗？不是，不是。哎，你以为你忽悠完蓉蓉就没人管了？你父母知道这个事情吗？啊，你父母是干什么工作的？你是干什么工作的？啊，你把这一切都跟我说。不成，不成，急了。
已经结了，二哥，我想打听一下，在哪可以查到结婚证的真假？哎呀，别查了，真的假不了。那你自己看。 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，和义务。上交父母，下交子女，互敬互爱，互信互勉，互谅互让，珍爱一生。阿姨，喝茶。 李万兵，丈母娘你都没见过，你就去领证了，哪儿的礼数，哪儿的规矩啊？是，阿姨，您说的对，这事儿吧，确实是我办的不地道，我跟您道歉。这样，您该打打，该骂骂，我认打认罚。我打得着你吗？我。 阿姨，我是真的特喜欢蓉蓉，我这辈子我肯定会对她好，谁也别想欺负她。蓉蓉呢，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女孩，能找着她是我的福分，我肯定会珍惜的。您可以考察我，考察多久都行。证都领了，我还考察啥呀？我。 莫名其妙多了个女婿，我还真的适应适应。小李，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规矩。我女儿我了解，她不是个冲动的孩子，既然她能够瞒着家里和你领证，说明她认定你了，那我也得认。以前她跟我说，北京男孩子眼界高，高攀不上。 我就在想，北京男孩不也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吗？大家将心比心，俩好合一好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啊？是阿姨，我跟蓉蓉呢，我们俩是过过事儿了，她比我能干多了。要是真论高攀的话，也是我高攀她呀。既然领证了，就是一家人，一个女婿半个儿，从此以后我们家会对你好，也希望你们家能够善待蓉蓉。一定。 蓉蓉，你是男孩子，要宽容，要有担当，要有责任，但是有一条。 你不能够让田荣不能受委屈，一万个人让他受委屈都可以，但是你不可以。阿姨说的话你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阿姨。你能答应吗？做得到，阿姨。妈，还叫阿姨啊？啊，做得到，妈。
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也没跟家里说，妈回头你跟爸说一下，我怕他生气。哼，你就等着吧，看你爸到时候咋说你。小李啊，我就把蓉蓉交给你了啊。等你爸从外地回来，咱们两家人一起商量商量，好好办个婚礼。哎，虽说呢，我们是小地方来的，但是蓉蓉呢。 那也是我们家的宝贝女儿，从小也是捧在手心里养大的。我和她爸呀，就是想风风光光的把她给嫁出去，啊。妈，这您放心，婚礼我们一定好好办。嗯。您看看您那边有什么礼数，咱一块合计合计。您说什么，我照办什么。没二话，一定风风光光的把蓉蓉娶进门。嗯。我呢，很早就没妈了，多少年都没喊过妈了。 今儿喊您一声妈，我就是您儿子，以后对蓉蓉好，对您好，就是我的本分，绝对不让你们受委屈。妈，哎，真是好孩子，妈信你啊。那拿着，哟，不行，妈这我绝对不能要。有改口费，妈给你的，你就收着，收着，收着，收着。那我收了。对，收着，收着，拿着。 收收收，谢妈。走，蓉蓉吧，也是被他爸给惯坏了啊。这个性格呢，你也都知道，都了解啊，你就多担待。